郭林官海山立委候选人张家军，为着要保障郭林乡亲和游客使用高铁的需求，特别前往高铁郭林站的广场来召开记者会。张家军强调，伊若是当选立委，会全力争取增加班次，并且扩大免费接驳车系统，来完善郭林的交通。制作郭林官不动产经纪业后，官规也正式成立。现场动酸声不断，也未少支持者是送来包啊、甲肉粽，表示祝贺。高铁增班，嘉庆争取。婚姻观海山立法委员候选人张家军，为着保障婚姻乡亲和旅客使用高铁的需求，特别到高铁婚姻站前进广场召开记者会。张家军强调，动酸立委将会全力争取增加班次，并且配合免费接驳车系统，来实现乡亲的期待。非常非常多的乡亲都跟嘉俊反映说：“啊，你这么好的高铁去了，啊，一点钟才会当坐一班，哦，有够可惜的，是不是哦？能够增加班次之外，能够有跳蛙式、跳站式的，更加迅速抵达台北、高雄的班次设计，更多的班次跟其他的县市一样。”能够有更密集的班次，让我们所有云林人行的正义可以得到彰显。云林高铁站的成立，为地方的观光产业和工商发展带来帮助。根据高铁公司今年10月份的统计资料，云林站一个月处理的人次大概是嘉义站的一半，但是云林往北和往南的车次却少180多班。增班的需求也是大家站出来的原因。高铁站也是通往世界的大门，啊，嘛是世界要来咱婚姻的一个大门，啊，嘛希望讲吼，嘉军两位受到支持，顺利来当选吼，啊，会使等咱这个增班的部分来甲咱争取。那我父亲他生前的遗愿，也是很遗憾，说他没办法在他有生之年看到云林虎尾的通车。那还好，有我们嘉军委员替我们父亲的名义达成这个愿望，也完成他的遗愿。也替你云林人争取到更好的未来，然后增班这些，所以我们的张家俊委员他一定要动算。我们希望有一个这四乡镇土库、虎尾、包中、园长有一个直达接驳车。那未来张家俊委员当选之后，这个接驳车又更加的扩。另外，婚姻观不动算经济呀，阿王辉也正式成立，现场动算声不断，并且上书包啊、肉粽代表祝贺和支持，全力收听。你们是一个。就是我们云林消费指数的指标，您好的代表说我们婚姻好，所以我也很感谢大家愿意站出来，那这一次也很期待说大家也能够当我的助选员。随着2020的选战越来越接近，立委候选人张家军也恳请乡亲做伊上有力的后盾和助选员，让伊会当回去立法院为地方争取经费，来实现乡亲的期待。记者何祖基采访报道。